如《法华经》受量品曰：“若有众生来知我所，我以佛言，观其性等。”这个等，性后头有愿，愿后头有心，观其性愿心，诸根立顿呐、性根、愿根、心根，是立还是顿？人精进就立也。人马虎那就顿了。我们今天要把这桩事情认真啊，要当真，要专注。我们从顿根就变成立根啊，学佛多少年了，没有认过真，没真干过，这根不立，不立跟佛没有感应，不是没有感应，感应你没有办法发觉，发觉我们真的勇猛精进的，这感应就很明显，你就发现了。啊，随所应度啊，所不是佛，是众生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这话《楞严经》上说的，就这个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没有起心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佛现象是我们的心所感的，佛说法也是我们的心行所感。处处自说，处处自现呐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